7月1日 XO 成员都锦绣正式入伍，将于2021年回归。 XO 官方粉丝俱乐部上传成员们送都锦绣入伍大合照，全员出镜在线摸头杀。照片中成员们靠在一起合照，伸手比耶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另一张照片中全员上演摸头杀，都锦绣在中间被成员们摸摸头，模样十分搞怪。此前成员们送秀明入伍时也曾上演摸头杀，张艺兴素颜出镜也是十分帅气，粉丝们纷纷留言：都锦绣等你啊，好去好回，会一直为都锦绣应援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